这边来保护我们的环境，甚至于说来维护整个农村的农地的一个健康，而不要让环保署成为环境的破坏署。我们坚决的反对中坪工业区的开发，要求这个案子呢能够再退回专案小组，或者是进入到二阶。我们不了解说为什么苗栗县有这么多闲置的工业区，这么多闲置的土地，那苗栗县政府为什么不利用？为什么政府一再的用低价、用公权力来征收这些农地，然后再以低价来交给财团使用？为什么政府总是要跟财团合体来剥削人民呢？这是让我们十分不解的。为什么这些拿锄头的这些农民，他必须要来到台北，来到这间会议室，来跟各位委员报告呢？为什么各位委员在这样的一个资讯这么充分的状况下，为什么还会做这样的一个决议呢？这是让大家整个都不了解的地方。所以我们再度的呼吁我们各位委员我们也诚恳的希望我们的环保署署长能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农地呢还给健康的一个未来。好，谢谢。谢谢。登记发言完毕。现在委员有个。